服就在桌子上面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做什么噩梦了吗？快用的移动鼠标可以转动镜头，按住 Alt 键的同时移动鼠标可以。第一次可能会有点生疏，多练几次就会习惯了。不用的，去拿你的道服吧。按 WASD 键移动，移动按 WASD 键靠近放衣服的桌子，再按 F 键就可以拿上衣服了。走到我面前，按 F 键就可以跟我对话。现在去叫醒你的师兄们吧，一个比一个懒啊！就如果你不记得我说过。师兄的床就在房间的左边，去把他叫醒吧。还干嘛呢？天还没亮呢。都已经这么晚了。